那勾你一下！那石头人打兰博，他真不好打。 兰博不会控温，那一级控个鸡巴毛温呢？还控温呢？我看你像控温，精神病吧？会不会控温？一级控什么温？ 就你会控温。 他跟我在这绝活控温呢，我们有饼干啊，看能不能杀。即使他有罩，我们抠他也是掉血的，没关系。先塔个眼。 干嘛呀？兰博惨没惨？谁能告诉我？嗯？还对呀，对嘞，对。 蓝博没闪啊，没闪行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啊，我这倒没交闪。 我这蓝博用不用闪？你们说没闪，然后我就明白了。我那意思就是，我知道他没用闪现。下波他来，我们就可以杀。他出850。 哎，这蓝博可太难打了，马上升啊，直接升了，等他交闪，哎，还能打个闪现，他如果不交闪，我们就不交 R， 看谁能憋得住。他以为我要 R， 其实我不玩。 我有跳弹，没关系。
好，有点要无敌了啊！往这边走啊！啊，蓝博来了。看凯隐去哪了啊？是不是在塔下呢？瞅一眼。我去你妹了！我直接炸他！我俩杀他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俩两头右可以杀，你扣他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刚才等他护盾没再杀呀，万一一个 Q 没 Q 死，不完了吗？不难了吗？平 A 拍地板，他咋了？没技能了。希望这是个蓝凯。哎哎哎哎，别死别死啊！哎别！哎呦我操，这都能打不得到我！哎呀，我的塔皮呀！哎，这 W 这么远呀、啊？从这儿打到这儿了，好长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为啥还闪？这能走啊？这他从墙里过来的，我能闪走。就是 W 不是没躲开吗？躲开了死不了。把、啊、红打了，这干嘛呀？这暗示 W 的。
我感觉这凯隐还得上来，100%。没事，即使他上来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找他去啊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找到他，去蛤蟆找他。那应该回家了，回家他肯定去下路。他100%去下路，我看看这蓝波能引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就一直不出来，我看他怎么玩。来，你挺能引是吧？好像你挺能引啊，兄弟。打个闪来，我看你能引到什么时候？这波塔下你不死啊？赶紧猜，杜腾要脱落了。走位，都走位，走位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呦，我这 E 给你 E 的，海隐不知道在不在，我得猜呀，我猜了他。6秒有大啊，我来一波，这波能打。先扣这个 R 这个拍地板两下回家。思路明确。世界端度，先来个这个。这个可以给我们加10%的伤害，往下走一波啊！这个要是加移速扫一下有眼儿没关系，看见已经死了。先 Q 莫干辣，拍地板 W， 他撞死，你扛他。去东路杀卢仙，他指定不能走，他以为他能活，其实他活不了。哎，居然给他跑了，跑得有点慢啊。你在干嘛呀？杀他别用大了，那杀了吧呢？既然你说你俩非得要双速双飞，我也没办法，兄弟。
来来来，最开眼来。来呀，你看啥呢？哎呀！哎呀，我操！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啊，大意了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这咋整啊？这得是来皮孩吧？这。我马上到啊！我马上到，我来啦！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，往我这，往我这，勾引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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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，先杀这个，开，大，抽。推推棒，抽 ，W 拍平 A， 打小龙，走位，走位，画圈儿，走位，靠，竟然有虚弱。你拿吧，开眼一会儿就过来找你啊！我跟你说，上回已经给你一个，你还要一个，你有点过分了啊！啊！等会儿啊，我听不清。回来了，兄弟们。嘣！你猜我在哪儿啊？哎，他打不过你啊！杀了杀卢仙，来来来，杀卢仙！放他！啊！
上路谁走啊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今天播完，我再去打个点滴吧。我再打一天，明天就不打了。我估计明天能好了。以我的身体素质，两天应该差不多了。你好，我们先杀凯隐啊，差个法身棒1650，差点 money。回家吧，老妹儿。你多退你自己悟道吗？快走吧。你们别老一整来个老板你就老让人刷点刷点，人家老板刷不刷都无所谓的，都看心情吧，真是的。你能老样开个皇帝的，这样以后谁还敢来直播间？你看你们真是，来个蓝 buff， 你大爷！你别给我点信号啊！我肯定是生气了，我肯定是生气了。我这人，我跟你说，我肯定是生气了。你玩个蜘蛛你不知道你有小蜘蛛，你给我扯犊子呢是不是？还惩戒炮车，他就故意的，他我跟你说，他就故意的。我杀他！啊！停下！给我吧！真肉啊！小黄毛为啥这么骚呢？嗯，小黄毛按道理来讲应该不应该这么骚啊？大棒呢？没水了，没纸了。浪费一个闪现，我怕他反应过来。啊！我杀你吧！哎呀，给我连环控啊！给我一顿控，不让我动。
你看，如果小黄毛我们不散的话，它就容易反应过来，它反应过来它就能一走，你知道吗？它一走，我们到完以后一嗨油着就死不了。收一下。让我抠一下，你看，连我的移动速度都是爱你们的形状，都是520，看不着？刚才是啊。四秒有道，你再量一下。啊，量了，我看一下。